兄弟能暴力成这样啊？你怎么能想到这么逆天的发言？打微博界第一把，说实话兄弟们，第一把输了，第二把我看了十分钟不敢看呐、我真没看吧这个比赛，第一把看完，第二把看了十分钟感觉要记了，都没敢看呐。真退了，妈骗你们是狗，妈骗你们是狗，真没看，妈看了十分钟感觉要输了。别乱说话呀，不是他说的。妈10902965572，妈不是他说的。第一把这亚飞玩的没问题，第一把亚飞玩的没问题，主要还是看微博的。我说实话，这欧美的咱就评论就还看嘛。我说实话呀，虎扑啊，你们真对他们太温柔了，你就对咱们自己人狠，真的，你就专欺负咱们自己人。你看看你对人家的评论多好呀，今天什么瓦拉内又好起来了，你就欺负咱们自己人，真的，你刚才说的多温柔啊，我都不敢点右边啊，虎扑呀。先看看蛋泥吧，兄弟，销货，我没点开我都猜得到，前三条评论但凡没有“猪开”这两个字，都喷死我，我都不说你了，蛋泥。任何一个主教练在输比赛的情况下，前三条评论但凡没有猪开，你都喷我。现在随便点个输了比赛的猪教练，你信不信？兄弟们，我先把这个推了，你信不信？法兰蒂克第二局就他们那个教练奈特沙尔点进去前三条包是猪开，妈第一局狂在夸赢了，妈老子现在点进去绝对是猪开，如何？他妈第一条就是，兄弟，就你们啊，真的太变态了，兄弟，你看现在。哎呦，你瞧不起我们，我们每年都很肿，明年来吧都。神中神。来吧，看第一把微博记的评分，但你。第一把是左边打的有点好，打的真有点好，感谢红水晶的超粉，感谢老板。兄弟你真别主教练呐、我去了也是猪开，你就放一百个心好了，我去了他妈也是猪开。感谢
Big 627的两个招标枪加一个魔法书，感谢老板，老板今天喝多了，祝老板永远不死，感谢烟锁池塘柳的钞票枪，感谢老板。看微博记得评分，好，我们从高往低看，惹赛第一把，我说实话，真尽力了，下路那个人头也没吃。哎，我说实话，我真有点害怕了。惹赛这个世界赛玩成这样，我真有点害怕。兄弟们，他玩得太好了，我怕他来个大的，因为他有点不像惹赛了，真有点不像了。他太变态，他玩得太好了。这世界赛真的，兄弟们，感谢低温少年的虎牙一号，感谢老板。我说句真的，惹赛在世界赛打到现在真没出问题啊，一个问题都没出的，就玩得很好啊。你随便看比赛，从开赛到现在，几乎一场比赛都没出问题的，几乎没失误啊。他这个世界赛打到现在，只能说真回来了。奈特，现在就是顶风作案，你知道吧？现在网络两大节奏，我都能知道是哪两大。第一大节奏，朱开现在都得排第二了。现在第一大节奏就是顶风作案，一个装备，眼泪水。那个是现在头号大节奏，第二节奏才是咱们屹立不倒的诸神。现在是两大终极节奏，韦伯记好，克里斯皮，微微3.4分，分比较高。兄弟，你说话真过分！你第二把，等会儿我他妈看第二把评论，别让我逮着你了，真的。玩的有问题吗？微微真没问题啊，咖哥玩的也没问题。你要知道，有的英雄他就是打辅助的，那波比就是打辅助的，波比没有拼惩戒的能力，一个惩戒能力都没有。就是干惩戒，这正在干嘿？感谢大钢犬嘴闷了的超粉，感谢。科比呀，你他妈太暴力了，科比，你真的太暴力了，科比，兄弟，你太暴力了。我操，科比。哎，变态兄弟，第二把法兰蒂克咱们就不看了，咱们就只看微博界，因为法兰蒂克，因为外面的队伍，咱们评价的都很温柔，没什么好看的，最多就是疯马秀了，就最暴力的也就是疯马秀了。但是咱们现在看疯马秀已经没感觉了，咱们现在看这个已经没感觉了。微博界热赛9.9分。惹赛为什么只有9.9分？黑子
这把真不要脸！你怎么好意思少评那么0.1分的？热赛确实变态，只能说回来了，真回来了。他现在就是太想赢比赛了，真的，他太想赢比赛了。对，你他就这哥们说的好，真的，他太想赢了。你从他最近的比赛态度、他的平时训练排位的态度，你就能看得出来，热赛今年太想赢了。他应该是比所有人都想赢。等会儿看嘴底，不是，现在节奏太大了，兄弟，现在节奏太大了，没办法，兄弟。感谢宽胡的。200本魔法书，感谢老板，感谢3斤6两这个型的高能预警，感谢老板，祝说老板们永远都不死。教练的也没什么好看，教练的都很温柔，教练最多最暴力的一句话也就是猪开了。兄弟太变态了，都他妈太暴力了，真的。Light，感谢 K 城市神的高能预警，感谢老板，老板存在说瞎话，我学什么？我就说句实在话，我要不天天在他对面玩这个，他能玩成这样吗？打得好，今天 Net 打得好，都打得很好。今天微博界所有人都打得很好，每个人都立功了。兄弟，能暴力成这样啊？兄弟，你还在吗？兄弟，你怎么能想到这么逆天的发言啊？哇，这哥们儿太逆天了，妈耗给你疯了！Gangster 有什么用？疯的就是你！我他太暴力了，兄弟，他这句话老子这辈子都想不出来。第三把，这时候没有猪开了，兄弟，赢了就是牛逼，输了猪逼。从高看到低，哎，从下往上看吧，咱们就。
克里斯皮。河道那波真封神了，下路那波也有点封神。他们下路对线打太好了，今天下路对线打太好了，封神了今天，封神榜。我跟你说，奥斯卡绝对要昏。兄弟，骂都能骂歪来啊，教你，你都能骂到这儿来啊，兄弟。我操，虎扑太他妈暴力了，真的。鸡兔打 BDG，咱们就看第一局吧，每局都得看。哎，第一局这感觉都不会玩，我说实话，鸡兔昨天打北美队的时候就已经昏了，这感觉他们就不会玩游戏了。现在都第二把是吧？第二把输了，第二把被翻了。BDG，看看瓦拉内怎么说？妈，长得跟瓦拉内一模一样。我只能说，今天重点说一下微博那把吧。他们真藏东西了，兄弟！谁能想到微博会玩女警拉克斯啊？我觉得任何人都想不到，真藏东西了。这两个东西后面肯定会有人注意他们的。主要这两个东西玩下路玩得太好了，这女警拉克斯没应该没有正常人都想不到他们会玩这个的。就这个英雄藏得好，想不到的。